它非常的细，很细耶，很细，对，它的粉很细耶，然后它会让你的妆变得很自然，很服帖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精致的那种，对，很细的粉。我们刚刚讲到的防晒啊，如果说呢，你不想要让它有那么多泛油的感觉，就是容易出油的人，我们的这一款蜜粉超级无敌推，我很喜欢古堡的这一瓶蜜粉，因为我觉得它很控油又很吸油，而且再来是它的妆感非常的自然，有差、啊，然后它不会有那种它好像很盖龟丸那种结粉的那种，擦在脸上给大家看好了，擦一边就好了，好，它就是有柔焦感啊。啊，像日本女生的那一种，对啊，妆柔焦。刚刚本来是韩国欧尼是比较透亮那种，其实现在是有点雾雾的，就是淡淡的盖一层蜜粉帮你。这个妈妈应该也会喜欢，因为太阳很大，而且它真的是、欸、你也试试看，它其实真的非常的很细，粉很细，对啊，它就是会让你的肌肤的妆感感觉是比较平柔一点，平柔柔的，然后那种非常舒服的感觉，然后它不会让你有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一些粉块啊，然后或者是很容易堵塞住你的毛孔，不会，所以这一款是我很喜欢他们的美妆系列的其中一款。